瓜子吗？我是单脚。那我爱 F 为什么我 F 失效了？No，白痴，为什么我带两个水？哦，看到了。你要不要快点下来？现在这画面好暗哦！我现在在平峡谷那里啊。对，我看看哪个是调那个调亮度的。我亮度已经调明亮了。我一刀一只欸，好勇！啊，你怎哦哦？啊，白痴！我没有带丝绸稿啊。快点，快点！我要拿石洞可挖生怪钻。快是挖生怪钻哦！生怪砖点一下就掉了，生怪砖点一下就掉了。我杀掉了，我把它挖掉了，因为我点，因为我发现我点一下就不见了。什么斧头？什么斧头？过来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挖生怪砖。哦，我原本想要修一下，因为我刚刚想要给你看一下，我刚刚点一下那个生怪砖就掉了。哦，白痴哦，我上不去啊！我一直被那个蜘蛛集团击退超远。那你留一个给我猜，你要不要留一个生怪砖？看哦，你看哦。Stonk 的威力。重量级蜘蛛，白痴！为什么我在拿牛排打生怪？哦哦，好毒，好毒！白痴，你不要冲，你轻点来。砍我好痛！你刚砍我一下，我不知道那个是我的问题还是怎样。我刚砍我一下，我直接掉三颗爱心。啊！我的石头可快坏了。那我原子带着好了。把垃圾丢在里面，我没有拿，我已经拿走了。好，我把东西放回去，这样你满意吗？好了。有啊，我刚刚建好像是230。
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剑好像两百下。啊，你钻戒没？哦，修修修！白痴啊，为什么后移而已啊？哦，我刚刚想啊。白痴哦，没有方块啊！帅哥来哦，帅哥！你要不要这个？还有这个，好料。哦，我好怕哦。射到什么时候？走喽！大地回复，大地回复，你在哪里？那里，那里，那里。白痴哦，你倒岩浆干嘛？白痴哦，为什么我烧起来了？我装备已经坏，你知道我现在装备的耐久都不是到一半。好了，他是不是要叫我们做钻装？我是快速敲砖手，虽然我的石洞可以快爆了。好，哦，白痴被蜘蛛网粘到，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快速敲砖手敲完砖了。怎样啊，垃圾蜘蛛？他给我……哦，我要移我……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要不要过来？我这里，你要不要过来啊？啊！这种就交给快速拆砖手。你过来，你过来啊！上面有你一只蜘蛛啊！就这样啊啊！这边要往哪里走？肥仔蜘蛛！我要转帽，因为我的帽子因我你先听我讲，你先听我讲，我帽子耐久只剩39。所以你要给我吗？哎、欸，你很垃圾，那你把你原本的帽子给我。
老汉没父母。哦，前面这是 boss 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告，快速敲砖手，快速敲砖手，敲砖手。啊、哦，石头盒快爆了！哎，东西拿完就闪，东西拿完哦，断旗。啊，他是这样，我那些药随便拿。会射了不起呀、啊！会射了不起呀、啊！干嘛了？干嘛了不起呀、啊？你知道射你是观众有整个人生以来的梦想。射，我刚刚还有射到一发哎、欸。你怎么跑上去了？我没有被药水打，我没有拿到药水效果。可能那个药水只有对智障有用。我跳起来。哦，好吧，跳不起来。我没采花，我没采花，好不好？我没，我没有采花。去死！绝对不会让我的死亡数超过100，我赌上我帅哥的那个叫什么名誉，我绝对不会让我死亡数超过100。一药一杀掉很简单，那边叫屁呀、啊！我已经丢十颗中介的，哦，前面就是 boss 房了，是吗？我这里很多砖呢、欸。超多砖，我要哭了！哦，我裤子的耶！垃圾堆那么去！耶，我有新裤子可以穿了。我刚刚就在问你那个是不是 boss 吧？然后你现在就跟我说，哇，这个好像 boss 哦！我的妈呀，这是啥？